现在是各位同修，大家晚安。今天正好，感谢天伦师弟、做事红烛、师尊母亲罗大人、大恩大德普照，更加感恩龙天护法。今日大家因缘聚聚，又相聚一堂。那么，咱今天是要来继续讲解弥勒救苦真经。那么这首偈，这首偈就是头顶青罗七宝星。这句偈就是北京玄武大帝的真经内底的四句偈啦。啊，咱来读一遍哈。立哎，头顶新罗七宝星，坐镇北方有为众水，监管诸天挂驾兵，立照十方虚空中。当咱各位读这首偈了后，我唔知大家有啥物感想。但是好些看到这句偈了后，真正我无讲白贼毛骨悚然啦、啊。但是讲会起鸡皮皮，为什么看到这首偈会起鸡皮皮？你有看到这短短几句哦？如果你个感觉，我真讲咱地球，这个、人类到底是要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你有感觉无？我记一个，咱的气象报告，哪里讲暴风台、强烈的台风，啊，是不是拢有迄个国保会的首长拢伫遐做政治会？佮利用三军，佮利用救灾的人员，大人拢总尽出动，三军尽出动。你也看，这首歌有声，拄啊，亲像迄个强烈的台风要来。我唔知讲，这个世界，这个世间接地球，到底是要发生啥物空前绝后的大灾难？你也看，头顶青罗，什么叫深罗？青罗的是啥呢？青罗的是宇宙万象。宇宙你现在所看到的一花一草一树一木一个人树物都叫做生罗万象。头顶就是说担北极天人上帝他担这个使命，刚才请咱师尊师母是不是勤加点温，一个勤加保温，啊，如果没有咱求得就不能求得哦。所以北极玄天上帝的使命，佮率领七宝星，七宝星就是这名称，坐镇北方为将帅。什么叫做北方？北方也是至尊，至尊叫做北方。北极星哦，就是紫微星。你也看咱世间上大的皇帝殿伫底，北京紫禁城，也伫北京。伊才毋爱甲囥喺南京，爱才毋爱甲囥喺别位，伊爱囥在北京，叫做紫微星，至尊的所在，皇帝殿。所以，坐定。坐镇北方为将帅，伊就是伫遐挂帅，伫遐发号施令，拄啊亲像咱的紫禁城同款，监管诸天挂驾兵。诸天就是啥呢？咱一般讲李天，
气天，那个什么天？向天，力气冲三天。那一般佛家讲啊，做欲界、色界、甲无色界，伊个名称称呼虽然是不同款，意义是相像，咱大家了解无？所以，伊唔是干那挂水尔，伊个监管所有一切天上的每一赞助，挂架变作天兵天将，36万将。哦，今年36万将，500连冠，金水金，珠宝新金，二八新秀，拢来互我弹，所有拢受伊的化号司令，立照十方虚空中，什么叫做立照？在这个虚空的中间，伊观照十方每一个所在，每一个角落，需要什么亲秀去援助？一直随花号司令，所以叫立照十方虚空中，啊，来，你也看哦，他们都有承认，咱咧讲讲，都要前有啥物大灾劫要来啊，风台要到伊，啊，大家伫遐坐镇指挥，啊，啥物话精锐的武器拢尽出动啊，为着要防止。灾害、身家、性命、财产的安全。啊，那依咱修道来讲，就是要让咱这些众生，伊有一个真安稳修行的环境，一定是上天的慈悲哦。七宝经的第一个，叫做贪婪心，伊的书名叫做七千之首，这七粒经的首脑。掌管36、72，啥啊？啥物话？这36、72，大家会记住无？36天罡，72地煞，所以贪婪心，伊是众生之首。以将军36天罡72地煞，合计多108，是不是108？所以咱常哩讲108劫，就是安尼来的，就是安尼来哦。吼，来。第二，叫做寂门心，伊的书名普愿皆成，普愿皆成，心诚则灵，有求必应。对你只要有痛苦，只要你有诚心，只要你有发愿，人有善愿，天必相助。好，来，我即马请问咱大家，咱入来到这个一贯道的道场，有发愿无？发什么愿？第一个，10条大愿。参加法会了，受人宣传了，总发什么愿？请咱在座尽量发什么愿？请靠搁再一段变人才，讲师过来较重要，做单资源，咱对不对？咱最起码，最起码。大多数拢头到即个愿，咱即10条大愿哦，10条大愿你要记一遍，来念一遍，那么来开始10条大愿。10条大愿，要讲到了，讲到明仔载讲袂了。我讲头一条，甲第尾条都，啊用简单的方式，要敢提醒，
十条台湾第一条是毋是诚心报所？就是讲咱行受真传，天心贵在明明上帝念啊，信受真传。我今仔有够福气，我三生有幸，五世有修，祖先有德，我今仔才会得到真理天道。啊，得到了，咱有家要义无啊？即个诚心报所，我今仔记一个，一个颜回颜如子，得一仙是滚滚复兴，复兴哦，兴啊兴坎，从南边兴坎呢，唔敢放，这是一个象征啊，哦，得一仙是滚滚复兴，如临青面，如履薄冰，渐渐坚坚。主流行，流行就是啥呢？那即马讲做贫民区啊，住伫贫民区，一单书一标印，人不堪其忧，任何人都无法度过款生活。回眼回不改记录，伊住着真快乐。为什么来住着快乐？他心中有道，咱常哩讲修行人最大的福报就是啥？他容易满足，知足常乐。你看眼回得到得了，伊欢喜，剩的伊无过。唔管你住哩上歹的所在，啊，食上歹，逢踢笑，一摆空无住，甲气焰，甲客气呢，讲回啊，以你的品德，以你的文学。你若要来做馆长，还是要来吃一个头路，无上少也要有里长通做。啊，你他无爱做官，伊讲老师我唔爱，我逐日同老师做伙，老师的物件我学袂了。啊，逐日含这同修做伙，不患难，就是讲大家袂小害，咱大家会小害咧，对。老师逐日甲我教好，我真欢喜，发你充满。啊，含各位同修做伙，未伤害，遐我无遗憾。你看，伊甲老师讲啊，讲我虽然是善，唔过我的脑海内，我的一切不识点中，我真丰富，我好野人。伊这个富唔是讲好料，咱表面上甲看起，伊住上歹、食上歹、用上歹，逐项拢挡袂牢。但是人伊看，我贫如富，我的身躯充满着富贵，充满着满足。互看起我介下贱，唔过我真高贵。以德为尊，伊看伊真真真正正。诶，修行人，叫做诚心报所。各位，咱每一个人拿得到了，拢诚心报修，是毋是含眼佛祖同款？是毋是？啊，咱有诚心报修无？有哦，我来，有啊，这量力而不为。咱有量力而为无？有，我敢学了。我正记一个咧。一礼拜来一拜，或者两两二回，一回日来一拜，来参加忏悔尔。因为剩的我拢无闲，我忏悔，讲无来袂使，无来袂使啦。啊，要来就勉强，无来佫无诚心。一回日来一拜，迄嘛是两两，迄已经伊再开来来啊咧，佮甚至回。啊！在含忏悔嘛无用，无我年底忏悔了来来一拜，一年来一拜，伊嘛是量力呢。也迄天伊是硬累出来的呢，迄、那个时间是硬累出来哦。不管伊是一礼拜来一拜，一个月来一拜，还是一年来一拜，不管总是来啊，咱拢甲赞叹。其实这个不叫量力而为哦，各位，量力而为唔是安尼哦。量力而为不是选择性的量力而为哦，量力而为那是伫一般的道亲来讲，一般多入来道亲，我来讲啦，伊若要来吼，咱得甲抱起来笑啊啦，你感觉讲安怎？
伊偌久来一摆，伊若一年来一摆，我你看一下哦，你著甲惜命命啦，要搁较赢的拢无来，对不对？但是咱即马坐伫遮请教以上的这单子，你袂使搁讲我砸开咱，我选择性的来，这样不对，是尽力而为，安听无？是尽力而为，唔是量力而为。这量力而为，先是自卑啊，先是足厉害嘞，款款相扣。应该讲量力而为，伊目睭咧看咧，看你量啥物力啦。你量偌济力，你出偌济力，伊就释放偌济成意予你。安大家理解无？你忙我即句骗你呢？先是介厉害呢？先是讲。哎呀，量力而为，伊嘛是惊咱无来拜呢，先来惊咱无来呗，比人较惊。恁无来，含我无啥物关系；咱也无来，含先来有关系，含先来有关系哟。所以，伊含十条台湾哦，都一条迄条安，阿那阿尼，阿那阿尼诶，迄款是做干慢条诶，干慢条诶，这是先来做变一面。请教官，请教来，请教哦。那讲调工过来开斋报改，那是较少数啦哈、哦。我请问，咱大家捌博大家乐万万，捌签万万，拢唔捌？我来讲，那捌的是今仔日疫情，拢无算啊哈。今日疫情拢无算啊，签考了后就袂使跋筊啊，安听好无？迄烟酒赌拢总有写伫你个原标文内底呢，无甲你讲清楚你袂使。命中有时终是有，命中无时莫强求。啊，单子完呢？哦，单子是一发船呢，这只船啊要载几个，单子的责任足大、哦。自扪心就是普遍阶层，咱有入关，哪有了关？六祖甲讲一句话：法缘受持，将心而不退者，定入圣位。就是讲，我今仔伫佛前，你袂冤，我老教冤安尼咧做，始终如一。你无非圣即贤，你若毋是佛祖，最起码是贤人啦。安有好啊无？有，这佛敢保证的呀、啊，这佛敢保证。所以这粒星就是专门的管家原力的哦。啊，来，咱即摆去看这个六尊，六尊的上这六，六是干那一字代表，或者福禄寿啦。福禄寿就是福报，人要福报，要好业，要长寿，要创啥话，拢这粒星的主宰。以左应人物风度大典，边边拢老爸老母生的囝，伊有命有感觉无？啊，老爸老母是毋是拢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？啊，有法度照伊愿无？无可。啊，为什么他无？我甲伊讲，咱尽所修的一切拢真实做的，即马做的、搭修的。现做现报的较少，拢精细做即是修。咱过去若毋是修行人，若毋是有根基做得甲佛人，我该坦白甲你讲，咱无在调坐伫遮，咱无在调坐伫遮，这就是咱过去的前的因，所以即马做的果。你该拍拼，咱敢无拍拼？啊，是安那无多成王永庆老先生安，我甲伊讲，迄大灾祸来的啦，那即世人来了赚的无在掉，迄钱总一直塞入来，迄一拖拉机一拖拉机一直塞入去。那往安，咱即马伫买啊，安哎呀，一迄、那個、一五角一块十块二十安尼赚的，我甲伊讲，你赚三四人就赚袂啊，拢卖开啦，互你赚三四人就不赚袂啊。爱人伊无多，大灾祸来，即一车一车的车入来。王永庆老先生、张忠谋，
张荣花老先生，啊，搁即马台湾首富郭台铭，就是从规撮过去用入来，越来越去从用入来，爱想哪搭安尼。咱比因较拍拼咧，有加班三班制哦，有加班太贵，我听问咧太贵，人一日咧问个头家讲头家，你头路做遐大？啊，阿公无啥定，看恁连咪澳洲连咪在佚佗，啊恁，你公司是拢为做啥？啊，工课是拢啥？啊，定定看恁在创啥，也毋捌伫咧管你，恁到底是安怎做的？头家安怎甲用的？嗯，啊，我着改啊，员工讲，无代志忙来找我，有代志家己解决。无代志忙来做我，有代志家己想办法。啊，无我请恁要创啊、嗯？所以人伊看我凉凉啊，人有得命。命中有时终是有，命中无时莫强求。这款物件呐，强求这个福禄寿，强求呐，强求下来，无可能。我即马讲一个真正的实例，我唔是咧广告。迄阮遐人哦，阮遐人，我住伫屏东县哪边乡，阮哪边乡上好起来。伊刚娶一个新妇，要娶一个新妇，从做饼，迄个做饼从起三层楼啊，安看偌好起来。刚要娶新妇，讲大我的饼哦，阿官啊，互恁做。哈、啊，得安尼就知影看偌好个啦。得我要带一个新妇尔，管啊，我这饼互恁做，恁这间饼店讲袂歹，啊，互恁做，安、啊、尼看做偌济啦。管啊，总起三层楼啊，安尼就知影会看偌好个。这贼仔是毋是目睭拢高啦啦，拢看上上好个。入面要偷窃物件，内底家丁介济，伊都要偷窃物件，有家丁抓着。啊！你阿弟无，大家举腿啊，举腿举棒要修理啊。迄个头家用乌拐来变变叫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伊从出来看，一看，哎呦，就抓着一个贼啦，可怜。伊讲来来来来，讲大家腿啊，拢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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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来，给我带来我的头前。伊来个头前，拢跪嘞。头家啊，我后摆唔敢啊，你救我。你嘛免烦恼啊！你也免惊。既然你有来啊，啊，你是搞客啥物？讲啊，袂呢？我拄啊要动脚手，尔在用抓着啊。啊，啊，你唔打袂客半项，也袂。讲安乐，来，来，咱结一个缘啊！来，咱结一个缘。伊身躯总一百锁匙，多十八支，总来锁匙伫遮，你家己拣，开着的，你的手。诶，范围在哪？客嘢你拢客，我绝对目头无夹一个。然后今仔你在条搬，做你搬，做双手有法度搬诶。诶，范围在哪？哦，伊讲头家你是念我算笑诶，伊讲无，我唔你讲实在话。我相信讲命中哪有就有，命中哪无就无。说起蛋号，伊底下紧，逐机拢过紧诶。捡到一支，捡到一支哦。头家讲安尼好啊，捡好啊，捡好啊。伊就一直开，一直开，拢开袂开，开甲有一旁要剥一下开，伊开始心烦烦、扑扑症。哎呀，我即马才开的是啥货？开开，甲啊，放声大哭。差房，因咧古早人兄弟应该不雅事啊！迄茶拢贴几堆，伊开着差房，伊讲你那卖捡一支，伊讲一支看新鲜新鲜，捡一支咧，伊唔知讲这一支金库的啦。啊，伊捡起较金的哦，因为差房逐日咧开，差房是毋是逐日拢爱兄弟，只开几啊摆，嗯，讲无多。啊，讲啊，茶买无，那买个烂，伊讲唔买。安尼我知影讲，个头家甲上一课了，总改革自身。
伊总啊请开做因的家丁，你看啊，人个好业人哦，足有度量诶。所以会好业，那毋是无原因诶啦。啊，有就是有，无就是无。所以哦，你家己经都无在调啊。迄好运诶人哦，迄好运诶人要跋落哦，无定伫跋落捡着钱呢。好运诶人啊，你信无？迄要跋落捡着钱。黑白文的哦，看到钱压来叫，多要压的，还有红杯又个闪着，信天信命莫怨天，啊，这是不是因果？所以咱今日来坐到这哦，真正足福气呢，哎，家己拍破啊呢。啊，顶下在你讲哦，全世界，敢那一个净土呢？这台湾蓬莱仙岛，全世界几啊百国哦，都啊敢那台湾这蓬莱仙岛，这拢仙的大个所在呢。你看，什么宗教来拢会通，无论十八王公、九头公、青阿公、什么碗公，都拢会使拜。台湾是不是安？多新闻无大劲，政府阁袂干涉。你看，大家吼，娘妈做放炮，无话无，干那咱这粒多数发多啦。你来共产党也试过咪啊？迄天我咪听上讲，咱遐办得个用三宅去哦，个大三宅开办用花300万，红花300万呢？你也看，啊，大咱家上要甲发。带咱家袂法，我较早带三仔印尼开班，即我家己的经历，去印尼开班，吃啦啦！我开班，我当你你老这个是三仔在啉茶，迄印尼的兵啊，大拢武装拢热情呢，拢热情拢围的，拢围的。好在迄阵有一个人，一个救星，翁松庆老先生。听啊啦，王二经理啊，伊也第一场，伊要讲过，伊拢出去，哎，伊都笑面呢，哈哈哈！啊，对一个主管呐、啊，哎，看了知影，看几啊粒星，看嘛知影，因咧买啥物星落去，都看这个安排甲密密密，啊，这挂甲规排拢是，这台这个较大，伊就哈哈哈！啊，手拢出呢，迄出呢哦。啊，一压落尔，对方想讲，哎，这来一弯磕磕，手一弯磕磕，哎，总按个拗来，总跌嘞。伊讲的声音唔知啊，退兵，向我转，本来对面也要拍，总对人，总比底下桥外边，安有厉害无？我即卖讲这哦，含印尼都还无多开，我无骗你。迄共产国家哦，你无多开，都、就是干咱家。你去连坐到12点，无人会管你，无人会管你。即卖含祭孔大典都爱一贯道，孔子生日9月28，都爱骗一贯道的人去跳个八一舞的。你看咱这卖一贯道，确实伫这個社会伫宗教界，也是讲一等一的。呀，这福禄寿哦，互你袂过节。人若无迄个命啦，这与生俱来，你不能选择啊，六尊。年真，廉得清廉，真的是贞洁啦。哦，就讲做人修俭，叫做真忠贞。这粒星全部在观啥呢？忠心、孝子、节夫、廉禄，必暗中护佑。这粒星廉贞心，伊专门的保护这忠心、孝子、节夫、廉禄。别位的忠臣，咱唔知道，咱敢讲咱四位法师主，
关张李叶，关姓帝君，张法师，李祖师啊，李法师啊，甲岳法师，或者关张李叶，我简单来介绍。因安怎那中呢？叫易。关圣帝君五常专修，人华容德奉遮边，遮出的边啊，要为啊过，为华容道过，一头棒一走。孔明灾呢，刁人叫伊去的，就是要完成人，要完成人之事。所以伫华容道奉伊过，为什么在要奉？三日呆，五日笑。上买金，落买银，用安尼哦，一直买甲买的心，啊，伊嘛要报答伊这恩情，所以伊起一个慈悲心，啊，若无，坐坐伫花阳道就死啊。所以放伊过，二就是啥？千里寻香，就是讲，我若听到老鼻伫堆，无论看，你爱放我走，你袂使给我留留，这就是义。人鱼类，类就是宝黄芍啊，这时候介厉害呢。中含关圣帝君的两个兄嫂，甲共一间房间啦。你看呐，因兄嫂小姐一间房间，啊，暗时人会议论纷纷的呗。关圣帝君介厉害，伊揢两支蜡条，伊揢两支蜡条，那敢若一支蜡条光光。烧到天光，烧到半暝，这个就打野，对不对？伊真厉害，伊用两支，一支学倒，即马点一支，啊，再个点一支，啊，都点点光光，点点光光，点点光光，所以大家拢都唔敢误会，讲因内底咧创啥物爱卖，叫做贬值打蛋，迄蜡烛安怎变到天光？迄就是修炼，伊袂使含面遐说学袂来，啊，做错雕工，甲关做伙，甲好大做伙啦，毋是关做伙啦，大做伙啊！你看人伊有这啊，人伊咧伫最阴七军啊，信就是啥，单刀赴会，所以五常专修，叫做义薄云天呐、啊。我头下看，我电脑关键在阮电脑一个牌匾哦，咱迄个尖山有一个牌匾，叫义薄云天。各位敢知影这四字什么意思？关键在阮的义薄薄，甲含天含云含天已经要拆破，就是讲安怎差点磨呢？伊就含天同款啊，安知影意思无？即报就是讲，伊个义气含魂含天，遐尼接近，都剩点毛啊，安尼尔。所以称赞关圣帝君的义气参天，就是咧讲这个，叫做义薄云天呐、啊。咱大家了解吼，迄报就是已经含天地同款啊，融为一体啊。哦，这是忠心呐，忠诚，啊好主，啊那整咱关咱那个外国的主嘛，同款啊，外国的主的忠哦，是无人有的啦，伊是咪受勤快含埋，真贵个含埋了，伊用假性质个含埋，伫杭州车下山的风波亭，要甲斩首，伊要斩首的时，伊知哦，伊知讲这假。但是伊唔敢反抗，伊阁带因囝做岳云、岳云、岳云带因囝去。有诶时阮太向往，你家己要死，你明日怎去诶死，啊阁带恁囝做伙死，这就是岳法老祖伊伟大诶所在。
岳云怎样呢？如果因老爸哪样陷害死，因囝报冤仇未？你想会未？伊知影讲，我若死，阮囝一定会报冤仇，所以我带伊来做伙死，我会牺牲到结得，安有中无？啊，不一定折换尔，折换就无采伊，伊的牺牲就无结得啦。咱一贯道会当行啊，今日就是安尼判道长啊。伊对道，伊对道的忠义，伊一个人牺牲身家性命，所有的点燃书从驱逐出境，因为共产党掠百几个点燃书，致命的潘华林潘道长，潘道长把老母亲、母亲、老大人辞家了。迄个时阵，从母阿囝男在哭呢，你知影讲这入去阮死的，迄入去机关枪拢伫遐等呀，拄啊上花尔，机关扫下就扫，扫到满锅锅，你敢知影？搁未使休息呢，未使甲待呢，咱一贯都安尼来的呢。所以潘道长今嘛受封，或者东夷大帝、东岳大帝啊。咱咧讲三官大帝、东岳大帝，这表文拢爱经过这个流程。所以咱咧潘道长就是今卖东岳大帝，佮拍破啊者。所以这连贞这粒星，就是专门的管家，专门的注意家，啥物人该封，啥物人该赏，啊，号做成迄个顺帝啦。静住了，顺德好，友好到含天感动的，迄精神啊，就甲斗破产呢，迄鸟啊，甲通堂呢，唱会甲经典呢，迄就是代号来感动，所以继承道统，静住嘛同款，静住嘛是代号，所以来继承咱十八代的道统啊，这个号字。结婚就是啥呢？结婚了啊，红事死啊，啊一种所结，就是讲无搁再嫁。我记咱中国吼、哦，有两个计有名的，一个叫九种，一个叫做媳妇人。这个在咱中国介有名，伊即就是修节，招种几乎富可敌国，伊招好个哦，伊招好个。含皇帝听讲含皇帝有呾欠苦银啊来甲招，这是当时招种因祖因代代叫做列祖爱去一间白庄，或者金谷园、金谷园。唔过赵总有一个朋友叫孙秀啦，看来因厝佚佗，看到丽珠，哦，那生做花容足水啦，啊，心肝哦爱慕，想要甲得到手，结果陷害赵总，想要甲得到手，丽珠讲从跳楼自杀，伊为着要爱台西人。一种跳楼自杀，叫做修节，叫做节夫，这是中国最有名哦。搁一个媳妇人，也有那皇帝无，啊，因为迄个楚王去拍因这齐国，齐国了拢把媳妇人甲娶来做阿姐夫人，十年，伊甲娶来了十年，无讲到一句话，拢点点，也袂笑，也袂讲话。从我教人，嚯、哦！这楚王唔顾伊足水爱足爱，十年拢无讲话。十年后有一天，伊甲问讲：“你来这已经十年啊咧？哦，啊你也毋捌讲到半句诶，啊无你嘛安笑我笑一个，我看，嚯、哦！伊都唔插伊，楚王拢甲扒了，扒一个目屎都流落来。伊讲我唔是因为你扒我靠。”我是咧靠讲，阮
迄、那个翁婿，互你抬死了。我已经足无奈，互你掠来做阿姐夫人。我已经忏悔都袂有啊！我忏悔都袂有啊！我阁会当伫你的面头前强颜欢笑？我敢要是人？从骨头自尽啊呢？中国有这两个，这就是烈女啦。那你讲节妇，节妇修节而死。连怒的这不上，那哪是连怒呢？巾帼英雄，巾帼英雄，秋瑾呐、啊，啊、哦，秋瑾呐、啊，花木兰呐、啊，啊、哦，代父从军的花木兰，甲明秋呢靠到万里长城，你看万里长城要靠较倒嘞。迄当时金世雄哦，两顶出一顶，单顶也着行，敢若为着迄个万里长城死偌济人。明秋呢，有时就要上韩医院，因那个万机能，因那个都万机能。人家讲死在遮，伊在东城，讲啊，伫遮做事要喊来死在遮，伊从跪地一直哭，一直哭哭哭哭，东城崩了。你也看讲，唔是天唔知呢，天知，这粒星就是专门暗中咧保护遮，过来就是文曲星。文曲星是啥物？伊个啥物职责？文曲星就是交拨天恩，公民彰显者。啥物人有够格，通去做官？啥物人有够侪创啥坏？还是讲伊修行隔段时间已经成就啊？天恩颁布，或者是讲，迄、那个拍开迄个圣旨，皇帝诏曰。奉天仙翁某人已经公完各满封为什么仙什么仙呢？那是颁布，这是文曲星的事情。这部经北极先天上帝就是元始天尊，为一代数一年化仙为北极先天上帝，就是按你讲的上帝讲，伊十五岁，伊是太子呢，伊殿下呢，十五岁就放弃荣华富贵，入武当山去修行，到伊成功一日，有那颁布天书，你成就啊，哦，你已经成就了，就是颁布天书了，迄就是先天上帝。啊，加上苦作，捌听过啊。苦作是天仙状元，伊较早做去食竹山的，啊，小名仙也是赛蚂蚁，赛蚂蚁也是小名呀。也讲你这個人哦，含做去食哦，你都分无你注定的夭死。伊讲我是安怎才会夭死？伊讲伊面上只多两尾蛇，两尾蛇苦嘞，或者龙虾蛇口。伊讲伊嘴多两尾蛇解说，伊讲注定的夭死。哎，总真正要放我夭死呢？伊真正要放我死，伊讲我规日死死啊，搭去顶来才顶，甲接歹命，做去之后阁分无安尼。哎，要放我死，互个人甲指点，讲你会当改变命运。命是与生俱来，但是咱会当运命，命运咱会当运命，所以修行会改变运命。所以苦作从开始来修行了。公完各满，颁布天恩来奉天仙恩，苦中村为天仙状元，哦，天仙就不得了啊！这仙的中间的状元，哼、嗯，给拍破我一下、嗯，天仙状元，清朝末年。咱英国咧讲神意认同，敢若做总统的四年一任，先王爷有哪有任期的哦？天公有任期，无天公。咱是讲天公换人，啊，即马天公上咧做，关圣帝君。伊五十岁时暗时拢梦的，五十岁迄年伫困拢梦的，梦伊一个穿官服，骑只白马来，讲来。无人，你赶紧醒起来，人搁困啊！徛在马顶，对我来。
一种爬去马顶，哦，飞马行空，一路都唔捌看到的所在，到位看到。去到迄落马，落马了，伊看一个，迄一只金匾，安金当当，写玉皇大帝显建城，显建城就是玉皇大帝伫办公的所在啦。伊讲我才为遮来，入去第一个看到的，唔是看到弥勒佛，是看到观世帝君。观世帝君哦，迄落形体，啥物人拢捌伊啦。一个入去讲，安奈观世帝君坐伫遐，啊文武百官摆两边哦。啊，搁有要考试的人，就是像咱即卖高考、补考安共款，大家伫遐等候要考试的，而且在这秀才甲举人者要伫遐考试，啊，要考啥？要考显王的缺，因为说显王爷有缺，啊，即卖爱滴补，啊，滴补啊用考试，咪讲我现在叫一个上去，啊，考试。伊即马是就是那副科，啊！即马科技官哦，科技单写嘞，写四写几字呢？干那写四字，伊即四字要恁家己作文，要用有心甲无心做一篇文章啊！啥物人写上好诶，就是要做对一对上王安。时间到拢交出来啊，监考官看看，看到一张上喜欢，迄张单毋是写规篇诶字，介简单诶几字尔。伊讲有心行善，虽善无想；无心作恶，虽恶不发。大家看到这个人，感觉矛盾矛盾。我都有心要做善啊，是安那做善无想。有心的意思是啥？我有目的，安听好。我做善哦，有目的的。比如我举一个咧，我真不是咧笑遐祖先事业的。咱那咧赈灾啊，是咧创啥的吼？因安安。一箱泡面哦，要爆死出去哦！迄、那个媒体的来，当年翕来翕来，照者照这个，啊，即摆迄个就翕，又照无，我哦，哦 ，OK， 迄有想无？伊有心要行善哦，啊，你就按来翕过来翕过来，啊，到后媒体安给你广告安个，你的好处人，大家拢该拍破啊！啊，就无算啊！所以有心行善，虽善无想；无心作恶，虽恶不发。佛陀当时有一个比丘尼，就出家人，暗时去用强暴，强暴了伊就足见嫌。我一个出家人，清气性，啊安怎？来受了这款的侮辱，伊足见笑，伊活袂落啊！从行到江边，要投江自尽哦，伊要死。当伊要跳江自尽的时候，佛陀总现身，伫个徛伫个面头前，伊惊一个东安跪落。伊讲：师，你太来你家。伊讲：无心之过，何罪之有？彪形大汉，你也无法度啊！虽然你有唔对。但是你无心诶，所以无心作恶，随恶不发，咱大家了解意思。安尼，即个宋诗总去做成王，这就是文曲星的颁布。啥物人该创啊？啥物人说？所以咱这亲像每只亲像拢有个作用呢。几条三条有心明，但是拢嘴咧讲名，但是你心未惊。敢会惊？敢会惊哦？他什么代志拢做会出来，就无人敢做啊！
就是袂惊迄念切瓜、迄念稻谷的尔，迄念安慰的啦。迄只安慰奖，迄无效。知行合一才有效。无觉心，除暴安良，行魔伏妖。那除暴安良，咱即卖哦，介侪社会悬案，悬案就是讲无多破案的。即卖介事件的媒，林媒在办案。林媒听有无？当机啦，啊无就来问卜啦，啊无来上龙海啊，抽签啥玩？安尼因为安尼破案的介侪，这就是武局星伫操作的。武局星就是专门的除暴安良、降魔伏妖，叫做武局星。破军星，破军的啥呢？消灾解厄、如意地祥。这就是咱常咧讲的，讲有一人的诚心，就有一人的感应，尤其是修行人哦。修行人，咱伫道中呢，只要你有诚心，绝对有感应。咱道中的显化多也少，我相信大家听足多啊。有诶，伫五楼跌落来无要紧，啊，拄啊去做工过，迄个机器夹断一个镜头啊，挨个镜头啊，总换伊一条性命。即款诶咧，比比皆是，这就是破军星。伊暗中伫做道，一人的诚心，有一人的感应，会如意地祥、消灾解厄，就是弘扬化吉啊。所以这个真多，我是希望讲咱大家爱相信，我们这一期的生命是不是充满着希望？你若相信佛法，讲这有影，无人伫讲的有影。啊，这种机咧，这种真实咧，这不是咧广告咧，这种种真正，咱哪个相信？咱哪个相信？咱这期的生命结束了，一定有一个好的去处，绝对让祖师同住天盘。啊，你哪拢不爱信咧，含机会都无。人是活伫希望，咱活伫希望呢，迄人到结单咧。你哪含希望啊？唔知影啥做希望的时？咱亲像活死人，压一个人壳，人来对人来，人等对人等，人吃对人吃，唔知道我活什么意思，连一点价值都没有。所以咱爱活伫信用内底哦，我们一定要相信，你相信就有希望，不相信就没有希望。咱大家理解无？好，安尼，今暗咱就到这做一段了。后壁，咱等候后礼拜啊，大家继续讲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法力充满，谢谢。好。